即係有時唔係話咩，唔係話曬命嘅，要拍依啲大型嘅酒店咧，啲房咁大間真係好辛苦啊！辛苦在於你要諗下點樣介紹，佢啲房啲位咧唔係一條大直路咁啊，九曲十三彎，有時諗起都覺得煩啊！啊，好似呢間酒店咁樣，呢間房佢以為我同玲玲離婚。麻煩在於你要想想怎樣拍咯，喂，啲房咁大間，唔係一條大直路俾你一條路。既然有個私人泳池，梗係要用盡佢啦。咁呢度嘅酒店咧，其實係有提供呢個露台。浮台。浮啊 ，sorry。浮台美食嘅。既然有個有 afternoon tea 啦，仲有個日落嘅。佳肴美酒，啊，系咪佳肴美酒？系啊，系呢个 folding breakfast， 价钱咧就大概系1900泰铢左右，系 for 两个人嘅，同男朋友嚟咧，简直就一流啦！你揾我啊？冇人揾你啊？喂，OK 喂。ได้เลยนะครับแป๊บหนึ่งนะ ลองชิมอันนี้นิดนึงอันนู้นนิดนึงครับทานได้เลยนะไม่ต้องโชว์กล้องก็ได้จ้ะให้น้องว่ายน้ำหรืออะไรไหมครับเวอร์เจอร์อัน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แบบนี้แหละแต่ไม่มองกล้องจะโอเค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ค่ะผ่อนคลายครึ่งตัวหนิงชิวๆไปได้แบบนี้ก็ได้แต่อย่ามองกล้องนะขอครับ5 4ช่วยหญิงช่องก็อ้อมผ่านช่วยก็ 2 bedroom กัน 4 bedroom โอเค5 4ช่วยหญิงช่องก็อ้อมผ่านช่วยก็ 2 bedroom ก็ทุยหลับให้我啦唔好睇呢個台啊，睇其他台。呢個好睇啊，我中意啊，俾翻我睇啊。唔係啊，呢個好睇啲。真係啊，幾好睇喎又，哇！呢間房咧，係咪你啱啱介紹間嗰間房？Sorry， 咦？你仲有嘢講咩？唔係我講咩？你講咩？我話，但係補得到咁多。咁多咩啊嘛？啊係啊係啊係啊！即係我話啲真傳懂嗎？啊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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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！OK OK OK。啊，是。此外，呢間酒店咧更加有個服務咧，相信係全泰國其他酒店甚至乎曼谷都唔會有嘅，就係咧可以俾你著古裝化身成為泰古人咁話啦。泰古人，我平時拍泰國嘅古裝劇都著得多啦。啊，係喎，咁你專家嚟喎，咁不如就由你去評論下呢間鋪頭嘅服裝間究竟掂唔掂先。睇下先。OK。我去睇。你好。
品店都唔會有，就有一個服裝間有啲泰式嘅古人衫俾你著上身，你啲化身成為泰古人咁話喎，你又可以試下。OK， 佢。眼見呢度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啦，同埋有好多唔同嘅顏色俾你揀添啊！仲有呢個啊，你知唔知呢個點著咧？其實呢個咧就係泰國嘅古裝咧，平時咧佢喺著喺一邊咁樣嘅，咦咁樣，唔知咁樣，但係唔識著都唔緊要㗎，因為呢度咧有專門幫你著嘅專業人士啊，有專人。眼見呢度咧，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年代潮服。潮服是什麼？嚟啦！哇！咁快我已經化身成為太古人啦！嗱，若然大家想好似我哋咁樣啊，有個咁靚嘅打扮咧，喺剛才嗰個地方啊，租一套衫咧，大概幾多錢咧？約就係7-8匹噃。嗯。但係咧，你亦都可以咧租出去出邊影相嘅。所謂出邊唔係街外邊，唔係喺海灘之上啊，係講緊喺酒店裏邊有啲位置都幾古裝下嘅嚇，好似呢個太古風情啊。咁樣要俾多少錢啊？700蚊係咪一日啊？唔係啊，講成為太古人啦。若然大家都想好似，都想好似。化身成為太古人啦。若然大家都好想好似我哋啊，我一齊講，大家都好想好似我哋咁樣，哇，都想好似我哋咁樣嘅。知唔知幾多錢啊？700匹係700匹，但若然咧，大家想話粗。上下到啦，咁就可以咧，即係著住太古人嘅衫周圍影相。不過唔係話落去。兩個鐘咪2000匹咯。咁我哋快啲影咯。係啊，去走多幾個路區城先得。大過你行啊！錯。發生成為太古人之後咧，仲有一個活動可以進行，就係太多生果啦。話說每間房裏面咧都有個籃喎，乜籃呢？藤籃嚟嘅。咁住客咧就可以有一次就嚟到呢個生果店裏面任攞水果，冇錯啦。大概1公斤咧，1公斤咁都夠你食㗎啦。咁樣跟住咧就可以攞翻屋企。OK， 小蘋果。嗯。OK 啦。OK。5-4酒店裏面就更加有呢個位置，一個靚嘅泰式涼亭位置，就俾大家喺度影相留念。呢度咧，哇，更加之貼地，更加似呢個泰式嘅風情啊！呢度咧真係好似我平時拍劇嘅佈景板嗰啲咧泰式景咁樣啊！係啊係啊，不過提下大家咧，呢度咧只係限於住 villa 咧，sorry。大家啦，咁呢一個位咧，即係限於 villa 住 villa 嘅住客咧，先至可以上嚟影相。如果唔係住 villa 嘅住客咧，一般係唔可以上嚟呢度嘅嚇。咁點算啊？咁唔緊要啦。一息間去行開，我叫個攝影就影一個呢度嘅空鏡，一個環境，大家跟住 cap 咗個畫面，拎喺屋企，咁咪當影咗當去咗咯。咁都得？係啊，梗係得啦，因為我係癲嘅，我係癲生一對啊！啊！而家嚟緊啦，你確實啊！嚟到布吉島食海鮮咧，唔好以為係一件好離地嘅事喎。其實嚟布吉島食海鮮咧，都可以好實惠噶。嚟嘅布吉島，OK， 我而家亂咳。嚟布吉島食海鮮，OK。唔少嘅曼谷啊、芭提嘅地方，有啲任食嘅 BBQ 海鮮啊，或者一啲嘅不要以為嚟布吉島食海鮮是一件很離地的事啊！其實嚟布吉島食海鮮都可以吃得很實惠噶。正如我哋日前日後曾經介紹過，曼谷啊、芭提啊都有很多任食海鮮，布吉島都有，而且都好抵食噶。你不問我幾多錢？你覺得有幾抵咧？499。你估有幾抵 ？Sorry， 你估有幾抵 ？Sorry， 即係我講咩？你話所以咁多人嚟幫本地人幫襯咯，OK， 蟹就食得多啦，老虎蟹食過未？呢度就有啦。
除咗冰鮮蟹，仲有山蟹會喐嘅，兼且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喎。中意食乜蟹都有喎。咁當然除咗蟹之外咧，亦都有呢啲貝類食物啦，也有呢啲嘅魷魚啊，同埋其他嘅蝦。不過咧就係冰鮮嘅。喂，但係食蟹都已經夠啦，真係三晚嘅蟹噃。阿怡欣亂吸。除了有老虎蟹之外，更加有山蟹。剛才講過啦，499匹包埋甜品同飲品啊，而更加有啲幾精巧嘅，就喺出面啦。OK， 呢啲咧都係即叫即整嘅小食嚟嘅，有呢個意大利粉啦、芝士粟米啦，仲有中式嘅粉絲蝦啊、燉蛋啦，更加有意式嘅意式有咩？冇意大利粉咩意式咯？阿娜啊，上台子啊，没菜啦！你动脚没啦？你动脚没？动脚没菜？哎，你塞门没菜？塞门没打住？要咯。没得赢。เอาปูตรงจานอันไหนสูงแล้วก็ใช้ปลาหมึกจานอยู่ไหนอ่ะ見到我哋嗌咗咁多嘢食，係咪驚我哋浪費呢？絕對唔需要擔心啊！今次我哋人強馬壯，好多工作人員一定食得曬嘅。不過我有啲嘢要解釋一下啦。你又要戴頭盔啊？冇錯啊，即係戴少啲都唔得。話說咧，日前日後咧，我都介紹過唔少呢啲飲食 BBQ 啦。之後咧，有啲反應話正好食，但係亦都有人 complain 我話攰。俗世里快乐无顾虑，活着你要开心，不要流泪。命里有的终须会得到，运气有升跌，实在无用困扰。一生中不知道富贵败艺哪个先，达不到不必喊，皆因你未到终点。成败就由苍天，请给一个转变。但愿我此生里悲伤去了，再燃笑脸。成败就由苍天，请给一个转变。但愿我此生里悲伤去了，再燃笑脸。笑面上带泪，就是四处喧哗都感到空虚。愿你放开，跟我吐吐苦水，望你再不要日日怀念过去。此生中不知道名利富贵有多少，达不到不必喊，始终要待看他朝。遥若命途坎坷，一天总会好过。午夜里笑着行，且把这个信念远播。遥若命途坎坷，一天总会好过。午夜里笑着行，且把这个信念远播。
但愿我此生里悲伤去了再燃烧了。